全能的舞台实力及优秀的个人魅力，获得了万千粉丝的追捧和喜爱。鹿晗 Lu Hong， 1990年4月20日出生于北京海淀区，中国内地影视男演员、歌手。2008年赴韩国留学期间，在明洞逛街时，被韩国 SM 娱乐有限公司星探发掘，成为旗下练习生。2012年4月，以韩国男子组合 EXOEXOM 成员正式出道，组合内担任主唱、05门面担当一。鹿晗主要成就：中文社交媒体上首位吉尼斯世界纪录获得者，首位国际唱片业协会认证的内地白金唱片歌手，第22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受欢迎男演员，第5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年度新人奖，首位登上福布斯杂志中文版封面的90后男星，首位美国媒体评选的全球最帅榜前10，唯一亚洲人，以 2.7 亿财富居2016中国90后富豪榜第5位。2016影响中国年度演艺人物，2016 QQ 音乐巅峰盛典年度最佳内地男歌手，2016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年度全能艺人，2016音乐微榜内地年度最佳男歌手，中国。